余湘娟跟老婆柔柔六日一起出席节目记者会，透露了雅萍姐知道是女儿后非常开心，而怀孕五个月的柔柔上围激增，让余湘娟开心到开启魔星笑声。上围现在激增卡不？哦、oh.。上围还没有去量哎、欸，大概三个 cup 有，太夸张了，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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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以前一手掌握得了，现在掌握不了，大 B 小 C， 对，现在变，你又不知道，又还没有去量，哎、欸，我一定有 F 的啦，绝对有的，哪有啊，没有没有 F， 没有 F， 然后他也没有孕吐，你看这宝宝多好，什么都没有不舒服，然后胖都胖在捏捏这样。还有肚子，肚子很大，肚子很大，胖小孩跟捏捏，很棒哎，很棒啊，有吗？不是，现在我现在跟和尚一样的，就是类似那种牧师和尚这样，六根清净。不是因为大肚子你也不会。他怕撞到宝宝。对，我不会，不会，我不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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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胎教他听得到，他感觉得到，他感受得到，所以你不想让他感受到那个感受的感受。你另外他跟他就是 ，Yeah。也知道是女儿，非常开心。我妈超嗨，我妈超嗨。他说：“你看，我就说吧，我就知道一定是女儿。你们说是儿子，我都不敢相信。”对，然后他就说：“你不要再妄想说他会变成儿子了啦，女儿很好的。”哦，再拼第二胎，对。啊？会啊，会。相权有点。不一定吧？不一定啊。哎，你们这部分顺其自然，顺其自然，顺其自然啊！没有想到你们会仿啊！你们突然来仿我干嘛啊？柔柔还很年轻啊，拼个第二胎也很合理吧？我很 OK 啊。对啊。对啊。我也很 OK 啊。你可以吗？可以，这么看嘛。六根清净，六根清净，我现在六根清净。没那么久，没那么久，一开始还是有，一开始还是有。到第几月？他是知道是女儿之后就没有，没有了。对对对，是他一开始以为是儿子的时候都还是有，就知道儿子没有关系啊。儿子可以多交一点啊，女儿不准给我交男朋友。是这个意思。18岁以前。已经开始，已经想很远了。回来就把你要带来给我看。他想超远的，我就说。怎么可能18岁才交那个男朋友？哎、欸啊，你自己都没有18岁才交女朋友了，你还要是没有错啊？所以我说儿子没关系，女儿有差。为什么？带回来给爸爸看啊，看啊。没有啊，阿公跟哎、欸，阿公跟爸爸一起看啊，来啊，男朋友长什么样子啊？过来看看啊。你阿公很燥哦，全台湾都认识哦，不要闹哦。